啦，個圖咧而家咧顯示咗一個嘅天文塔啦，CD 高200米，咁就係而家 angle of elevation，即係個仰角咧，就係、是、由呢個嘅 C 望去個飛機咧，個仰角就60度；由 dot 昂高頭望去個飛機咧，個仰角就45度。咁而家咧就要你揾翻咧呢個嘅飛機 A 離地下有幾高。咁我哋咧就由 A 咧呢度咧加條垂直線去到個地下嗰度啦。咁呢個嘅長度咧就係 h，即係我哋想揾嗰個嘅高度啦。我哋要考慮呢個 AC dot 呢個三角形，用翻 sin rule，AC 除翻 sin 135度咧就等於200除翻 sin 15度。咁點計出嚟㗎？其實都好易嘅啫。嗱，你呢只咧就係45度加90度啦，135度。咁呢只咧就係90度。減60即係30，用翻 angle sine triangle 咧計翻呢只咧就15啦。咁所以啦，我哋就會知道咧 AC 咧就係200乘 sin 135度除翻 sin 15度。嗱，你可以撳散佢啦，或者留低都得嘅，暫時冇乜所謂啊。跟住啦，我哋就考慮呢個嘅直角三角形啦。呢個高度 h 除翻 AC 咧就係 sin 60度。跟住啦，AC 掉過去乘啦，h 咧就係 AC 乘 sin 60度。AC 係咩啊？上面呢嚿咯，即係直接成嚿呃落去啦。200乘 sin 135度乘 sin 60度除翻 sin 15度，嗱、这个、呢個 sin 60度咧應該乘上去分子嗰度噶嚇，OK？咁你用計數機一撳咧，出到答案473，correct to physics 的。